那个接住安全帽的那个小姐说，过这个隧道1公里，然后那边右边白线可以稍微停一下车，走500公尺就到了，所以我决定加速一下，过了这个山道右边白线走500公尺，就是燕子口旁边白线很少，拼看看。燕子口步道本来是要收费，这里古道收费，停止，黄线是不能停的、啊，可以停。这个追一吊桥，我来这边时间有点晚了，然后就继续走吧。瞄个两股就要离开了。注意一下，燕子口，我决定用滑板车，速度这样比较快。真的很怕被开罚单了，对，要更快一点才行。所以这里才是可以停车的地方，然后再往回走。安全的来，安全的离开，安全帽没有强迫要戴，不过导航就是为了安全嘛。12:06，继续直上应该是来得及进入追路隧道，相信是没问题。请注意道路路线。真的没有停车位，哦，有点远，不会走。好，所以还是可以从那边走到这边过来。应该是整批都叫做燕子口，不过有碑的话就是前面那一段。现在是12:09，然后距离他是说到北峰要1:22，反正我就是走，到时候不行我就再逛个3个小时，再等下午场。安全驾驶，继续4.7公里直行进入祥宇隧道，时速40公里，重机噗噗噗，重机也站。想到小时候的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给钱一切 OK。 刚过了绿水什么地质展示馆，继续再冲，请注意道路路线。好，我要赶上
就不能在天祥久留，吓死我了，想要怎么靠要来到天祥啊，原来我前面那一段花太多时间，吓死我了。好，继续冲。这边是白羊瀑布，我那一天来过了，今天不打算玩这个白羊瀑布。过了，所以这次就上合欢山。schedule 不一样，但是一样的爽，好好玩啊，好好赚钱，好好玩啊，好好读书，好好工作，好好好好让父母孝敬啊。一退休我就退休啦，很简单的啦，我爸退休我就退休，没得革命，我就拿饼拿去头。古园前有隧道直行进入横山隧道，现在是159，去那边应该还有一点点就到了。反正我现在就上去，如果赶不到一点的话，那我就在那边休息2个小时。我有带阿 Q 头面，好不好？真的没有热水的话，我还有孔雀饼干。啊，这边我有印象，很像快到了，对，一定快到了，117159。大概10分钟，没错，现在是12:27，预计最晚50分能到哦。它有一个神木，就不要去看神木尿尿，没问题的。这个山景超棒的，不过因为我要赶时间，所以也没有太多的被浪费的时间。不过安全驾驶绝对没问题。现在过去的话，就是我只要不要。那边不是有个神木，我只要不要去看神父尿尿，应该就可以赶上那个时间了。继续，真是辛苦。前有隧道，请开大灯，直行进入横山隧道。157.6，2分钟2公里，横山隧道，哦，注意一下，这是单行道。在小崩危险，所以还是要注意安全啊！不是很像，不是很像，整条路都是我的舞台，好不好？整条路也是别人的舞台啊！让火兄注意一下，大家各自表演，好吧？注意安全啊！意思是这样子，只是说，哦，看那台车我真的没看到呢，整个都是黑的。松山隧道。前面有一台拖拉库，再怎么快快不了。拖拉库让一下，哇，山上的空气真的是很好，很舒服，所以冷气我也把它关掉了，就享受。
12:13:27哦，这个，已经超过那个时间，要等下午三点。那没关系，我转到第二顺位。我是那个什么老二哲学，好不好？永远都是遵循老二哲学，加紧走，加紧灌。view 一下，这边稍微看一下，如果能够上厕所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如果有热水，我就更惬意了。啊，上个厕所，舒坦舒坦。惬意，优雅。拉远镜头，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垃圾。金马隧道，悠闲舒服，撸一下。我有听到车子的声音。这个金马隧道应该平常也是没有机会能够进来这里，那只是等一下如果有车子就要赶快离开金马隧道。然后三点准时 open， 然后趁现在刚好没什么，之后这里应该就有很多的单行道，等一下，碧绿隧道，隧道狭长，就没有要进去，太短了。
那个，啊，这个万一车子来要闪，也不来不及，所以大概就在前面这边看一看就行。哦，急性就是这样的。碧绿色的，现在是1:44，啊，一样用撸的，看看多快。碧绿隧道，用这个三个，50公尺，250公尺。出来了，波讯到120，碧绿隧道，好，再留个念。后面没有车子的声音，大概现在是1:49，刚过来，你看才2分钟了，所以我只要这2分钟确定没有车子，我就可以。1350滑板车1分钟，走路2-3分钟嘛。这边全部都是太阳能板。好，看骑马隧道。金马隧道，
它只下晚上那个只有30分钟而已，所以刚刚12点是有一个小时，可惜还是贪玩了。不过这个玩就是这样子，你不要有太多的计划，想怎么走就怎么走，大不了我就在山上睡一晚啊，不然后礼拜六刚好遇到塞车哦，车友会在高速公路也不错。好，再等个40分钟。新的老师姓名，对喏，老师六Enjoy this trip around Taiwan. So cool, so young, so happy. 要去蒙阿家哦，李导演赞啊！那我真的会在山上再多住一晚。好，现在他自己，我把它切换到 M3， 我就降低使用那个刹车的机会。这个 view 已经。是用引擎刹车，刚过118，就是前面那一段有一些状况，17.9，应该就是这一段。舒服的河流，就是水管不漂亮而已，也都还好。优大跟我一样，刚刚才说空气很好，立马拉长隧道，请注意道路路线。这整条路，这空气不好，我不要打开窗。要修，规台车硬扑扑，辛苦这些工程人员，就这一段。尽速通过。哦，他在看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前有隧道，请开大灯。我进来哦，进来哦。300公尺，我听着人在喊。直行进入空炉隧道。
怕死我，怕死我，可能有碎石头。这个时候我要说空气很好，立马打开。今天可以加油，光源加油。刚刚那个给人家闯红灯，明明就三十几秒，那个离山，然后去爬那个嘉明湖，就从那边，这有个 view， 看一下，啊，39秒，注意交通规则啦，安尼冲，拢唔免闯红灯，后来拢爱闯红灯，森林的味道。就是要让我冲，不是的话，就是我就慢慢乖乖的配合，慢慢的走。体力。下面是还有很多停车位，不过很多人可能想省那一段。今天要不要爬个北峰试试？简简单单。厕所。